的商量，我来来《哈利波特》怎么样？行，我那人不行你。他就真定下这个来了，一直精心在准备。这《哈利波特》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，自己创作。因为这个，因为这没有样本呀、啊，没有人说这个话，没有录音。这么著名的书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录音，也没有文本的资料，文本资料就是头一本书嘛。就真的自己一点一点创作啊，因为这个人物，评书的人物都得开脸，这个人站出了什么样的身高，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啊，他得一个一个一个字一个字写，而且他得篇幅长，对，还有字呢，他得篇幅还长，而且这个人物关系还复杂。他一个人名够我这四个人名了，所以不容易。这从上次到这礼拜三个礼拜，他一直就弄这个。前面这两天呢，也是一直干什么都背，干什么都拿着背着《哈利波特》《奥霍格学院》，拿什么都背，干什么都背，一直没撂下过，也是一次尝试吧。这宝宝好半天。干嘛搞？要不然说吧。这个也是一次尝试吧。他也说，如果说觉得还可以啊，觉得不是特别的让大家听不下去呢，他先把它说进去。好啊。你是怎么说我来的？我没有办法。好几本呢，人家电影还干了十年呢，对不对？他这。能干到死了。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差不多厕所没人了吧？出来了吗？你没人了，没人了吧？走了吧。一根不给人带刺的多好的啊，干嘛？这真不说了是吧？那我说了啊，你真不来啊。马瘦毛长蹄子胖，老两口睡觉争热炕，老头要在炕里睡，老婆死乞白咧偏不让。老头说是我捡的柴，老婆说是我烧的炕。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，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。老头烧起了头灰旁，老婆拿起了擀面杖。老两口叮了咣啷打到大天亮，挺好的热炕，谁也没睡事儿。这个都晾凉了，烧的挺好的炕都晾凉了，谁也没睡事儿。那个晾凉了。接着我下午说的那本书，我看了，刚才我看了看，80%的朋友下午都没来。下午没有按哈利波特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要是乍一说呢，您可能跟我前面接不上，所以呢，我从头说。当然是简略的说啊，简略的说，我也不能说俩小时就没他的时间了，少说一点。什么时候的事呢？明朝，明朝成化六年，在北京这儿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，前三门外。四门三间五牌楼，就在这五牌楼第三根柱子上贴了一黄榜。这黄榜是什么事儿呢？一会儿您就知道了。哎，打远处来了一人，这人挺高的个儿，穿了一布棉袍，冬天吧穿了一布棉袍，但是他这布棉袍啊是个布的，让他穿的呢变了缎子的了。说这布的怎么变缎子都闪闪发光的呢？他有原因。这人是干嘛的呀？杀猪的，卖猪肉的，姓孙，叫孙德龙。我尽量把语速放快点。姓孙，叫孙德龙。你怎么从头说呀？我得说清楚，太清楚了。他平时呢，
甭管是杀猪啊切肉，这刀也老身上干，鲜油这刀也老身上干，所以弄的这块儿肩膀这块儿锃光瓦亮。您看这理发馆这杖刀的布没有，就跟那是嘎子窝加一钩杆子。什么叫钩杆子呀？搭猪用的，不是多长白蜡杆子。哎，在这儿系了根绳，这人爱喝酒，在这儿挂了一席子酒壶。他的酒壶跟别人有区别，有什么区别呀？人家的有酒壶都是圆的，他那是方的。在这边这根绳上挂一钱口袋，嘎子窝这边加一钩杆子，这边加一账本，从远处走过来了。到这房底下，到了黄房底下，跟人打听完了，一抬杠，因为孙德荣呢叫万事通，他把这黄房给撕了。他一卖猪肉的什么都不会，就这样带他去见看榜兵丁。到看榜的榜官这儿，前三门外看榜的姓谢，叫谢晋，谢大人啊。谢大人一问说，您找老道的话您都会什么呀？老道会打36手哑谜。孙德荣啊，他是山东人，登州府那边东三省的人，说话舌头跟他硬，有口音，说老道会打36手哑谜。哎，他会72手。老和尚，您这多一倍。说老道念经会念70部金刚经。哎，拿着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。他说他念起来没完，其实他都不会。哎，就这么着跟着谢大人进了皇宫了。到了皇宫，谢大人一琢磨，别去，我别让他先见皇上，因为没到礼部眼里边，谢大人就自己见皇上去了。这边都说好了，跟皇上说，把官找着了，皇上挺高兴，把外国来斗发的这个了玉真人给找来了。把外面的了玉真人来自琉球国，名为斗发呀，暗为过来就是来，名为进贡，到这儿是来斗发来的。这个了玉真人就出主意了，说呀，在太和殿前头高搭2座画台，这2座画台呢都要3丈3高。皇宫里人多呀，很快法台就搭起来了。那纱罩一埋，往上一搭，床两块板子，它就是法台。老道说，这法台上我要这么几样东西：香炉、五供、蜡签、黄毛编织、朱砂笔、5谷杂粮、1碗无根水。你家大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谢大人一听啊，也干脆来，给他一样来一份。他再要什么，到时候再给他要，你来得及。就这样，都准备好了。这老道嘛，走到发台底下，东边这座发台底下，一掸袍袖，脚底下有个小旋风，就给他拖上发台了。到了发台上，老道往发台上一坐，单手打鸡手，闭目养神。哎，谢大人呢，就去接孙德荣去了。到了馆驿一看，孙德荣都睡着了，他喝醉了，喝醉了睡着了，在地下还打呼噜呢。谢大人一叫他。把他叫起来，他才知道，哎呦，我怎么进皇宫了？我上皇宫干嘛了？我哪会斗法呀？我哪会法术啊？这外国来的这老道，这肯定有真能耐呀，要不他不能来，这要给我弄死怎么办呢？他一下酒劲醒了，赶紧跟谢大人商量，哎呦，谢大人，我不会斗法啊。来回说，谢大人一听不行啊，你不会斗法，你撕了皇榜，你酒后无德呀。这我跟皇上怎么说呀？我就像你说的是，别拿你当人了，拿你当个风筝给放了，那哪行啊？好，再说了，咱俩人他都得死啊，咱俩人死了没关系，咱就当个亡国奴了。孙德荣一听，好，当亡国奴了，亡国还亡我身上，那哪行啊？他这一着急一落脚，嗡，这酒劲儿又撞上来了。他跟谢大人说，没事，走吧，斗饭去。谢大人带着他就来到东边这法台了。到了东边这法台，看见老道在上面坐着呢，啊，单手打鸡手，闭目养神。他看，哎，老道怎么睡着了？谢大人说，什么睡着了？人家闭目养神。哦，那塔上这边，我得上这边。哎，不，整地盘我们就打起来了。谢大人说，你哪这么些废话呀？他到了西边这法台，他一看，法台多高啊？3丈3呢。9丈9也没关系，搬梯子。他让人搬梯子，谢大人说，哪给你找梯子？没有。找了半天，他想了个办法，就在皇上旁边
有四个金冠武士，这四个金冠武士个儿都非常的高。他一看，哎，谢大爷，你把这个第二个那个大高个叫来，我托付他点事情吧。谢大人一听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就叫来。谢大人赶紧的把这第二个金冠武士叫来了。这第二个金冠武士啊，姓王，叫王文元，二等护卫啊，王老爷。到这儿跟他一介绍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王老爷，你来帮个忙吧。”这王文元一听，我帮什么忙？哎，我问问你，你多高兴了？我呀，皇上家选的最高兴的，我身高九尺。圣高九尺，哎，你是手里拿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这护驾金瓜。这个金瓜有多长啊？金瓜呀，金瓜瓜瓣一丈四，瓜头一尺。哦，你等我算算啊。金瓜圣高九尺，九尺。他算了半天，他想不过主意，什么主意啊？让王文元给他扔上去。这王文元一听，我哪干过这活，往上扔人，这哪行啊？他说了，哎，你不行，我不斗了。谢振兴不斗那哪行啊？赶紧就央给着王老爷，您赶紧想办法给他扔进去就完了，咱们包里不一撞，撞到哪算哪。王老爷听，那行吧。这孙德龙说，哎，王老爷，你把这个金挂，你别这么着，你放平了呢。王老爷说，什么叫放平了呢？你这样拿，他拿他这钩杆子一比划，你这样拿，我这样拿着干嘛呀？哎，我坐在你这个挂头上，你给我扔上去。哎，好。王文元把这个金瓜放平了，孙德龙往上一坐，哎，嘿，有点意思。王文元说：“你别净有意思，好家伙，你那要坠着我也扔不上去，你提点气。”哎，好。我一说大功告了，你就往上扔啊！怎么样你？哎，大功告了！嘿，就这一下，真不含糊，身大力亏，就这一下，还真把孙德龙给扔上去，法还三丈三，扔上够四丈高去。您可听明白了？从这四丈多往下一望，离台板还有一丈多，就这么高的距离，说不摔死他也得摔个半死。那台板那么厚，人哪受得了？可是孙德龙呢，没摔着。说你这个说的没有道理，他怎么会没摔着呢？哎，他有了原因了。您琢磨吧，他搭着窝呀，加一搭珠子钩杆子，您琢磨这意思吧。他从四丈多往下落的时候，离这法台还有五尺，这钩杆子有的用了，这钩杆子正杵着台板，他一借劲儿，他就顺着钩杆子滑下来，快到台板这儿一拧身，嗨，就这一下他站住了。他这一站住不要紧，这钩杆子一滑了，正把这香炉噗给打散了。他站在法台上，哎呀，这老道也倒霉催，说他怎么倒霉催的？从这老道上了这法台就没睁过眼，一直这儿单手打鸡手，闭目养神，没睁过眼。什么时候睁眼了呢？就是打这孙德龙啊往上扔，怎么往上扔？直接到扔上去。他都没睁眼，说怎么在台底下磨粪都没有，直接到扔上去，没睁眼，刚往下一落，这老道睁了眼了，一看，嚯，哎呀，大明真有这样能人呐，啊，你看这位法官，脚下祥云，金光护体，从天而降，这简直就是十八罗汉大悟金仙呐。你他不倒霉催的，他说孙德龙脚下祥云，什么祥云呢？香灰，他一扒拉这香炉，香灰打了扑扑离世的，他看着像云彩，但是云的金光护体。就我刚才说孙德龙切肉，切完肉也往这儿抹，切完油也往这儿抹，这儿锃光瓦亮，
太阳一照，他当金光护体。好，你老道这么倒霉催的。孙德龙往那儿一站，胡子胡子。老道一看，哼，对面法官请了。再看孙德龙，哎，好使，老道请了。老道一看，嚯，这真不客气呀、啊。法官，哎，怎么样，老道？好，这更直接了。咱们两个人斗法怎么样？哎，我干什么来？我干什么？我就是斗法来的。他越这样，大大咧咧的，这老道越害怕。这玩意儿真有真能耐，没有真能耐他敢这样？哎，我干什么来？我就是斗法来的。老道这一害怕，坏了，切敌必败嘛。他心想：得了，我呀，先问问他都会什么。法官，我会打36手阳指。哎，发挥72手。我这比我会多一倍呢。我会念70部《金刚经》。哎，把那个《金刚经》念天落完，没完呢。那得念到什么时候？好，这可坏了。哎，他就再是18罗汉大陆金仙，他也怕魔火烧。我先烧一下。说着，他就裁了一个黄毛边边，放到桌子上，拿起朱砂笔画了一道灵符。画完这道灵符，把宝剑拿出来了，噌噌，宝剑出鞘，把这灵符牵在宝剑尖上，那边把香炉点着了，把这香点着了。在这香炉这儿把它给点着了，这儿下去。其实这魔火呀就是这么长一纸条，就是个小纸条，其实见火就着，而不是一下就没。可是他神秘就这么着了，要不说妖术邪法呢，就在这儿，这手里掐着诀，嘴里头念着咒，闭着眼晃着大脑袋边转，先是车轮大小，越转越大，越转越大，转到冰盘大小，就这样，越转越大，转到冰盘大小。老道啊，在这儿弄他这团魔，孙德龙在对面看。你马上可打定锤打、啊、给老道气，我这是玩火呀，我啊，不管他，老道这儿还是掐诀念咒，晃得差不多，哎，我吃这，就这一说吃这个，一抖这宝剑，宝剑尖儿那团火扑就出来了。孙德龙一看这团火出来了，才明白，哎，老人呢，他才明白这是烧人。好家伙，跳到水缸里也灭不了，妖术邪法吗？可是今儿这团火过来打到孙德龙的肩头上，明朝人都是裸发包金，把这边的头发给他燎没了。可是这火到了肩头上，呲啦吃灭了。这里有原因了，有说这魔火呀，虽然魔灭不了，但它得有破。拿什么破呀？非得使这黑狗血，还有这猪血。您琢磨，他卖珠子走起钢砂的猪，有敢抹那血就不敢抹了吧？也不怎么那么巧，这儿抹了一把猪血，到这儿滋啦吃灭了。老道一看，他害怕，哎呀，这。是怎么灭了？真是18罗汉大陆金仙，你也没看他拿出法宝破我的魔国呀，也没看他掐诀念咒啊，怎么就灭了呢？哎，不行，我再烧一下。这边又踩了一条，又跟这儿晃，画完了牵在宝剑尖上，又跟这儿晃。孙德龙一看，啊，
不好。老包，不是玩火烧人是不是？好嘛，老小子，你当老道，让我当和尚，都不想出家呀？哎，怎么还晃悠呢？我让你烧我了，打你小子一狗杆子了。他就把这八柱的狗杆子拿过来了。老道这掐着卷捻着肉，闭着眼睛跟他晃，他呢拿着狗杆对，怎么他这么扔他劲儿大呀？拿着给他对，这边摇晃他这狗杆子，嘴里还找辙。哎，先找醒吧，找醒吧，先找杆在前，狗在后，去龙皇对面瞅，对准了千军砸后手，招家伙！就这一下，招家伙，老头子倒霉催的。你晃悠就晃悠着，我你别闭眼，他这样的。他闭着眼跟那晃悠。孙登龙要不说招家伙呀，就这下黑乎乎直戳戳，非得打到脸门上。孙登龙这一说招家伙，老道猛一睁眼一看，黑乎乎直戳戳奔面门来了，赶紧往那一看，不连魔，就这一闪不连魔，还不错，没打着。顺着耳根台子过去，这杆儿啊是过去，后边这钩不饶人呢。他说的明白，杆儿在前，钩在后，对准了前拳，他才撒了后手啊。他这闪过去了，这钩噗就挂上，就挂在腮帮上。好家伙，嘿，给老道疼的，哎呀，不练武。老道这念佛不是，孙德龙在对面请，哎，好家伙。人家念佛，他干好家伙，老道疼了，就往下拽着钩杆子。想你这钩杆子，这钩这么搭上的，你倒顺着往下拔呀？他不，呛着杆儿，扑哧一下，带起一条子肉，把这钩杆子往下一拿，不连我，我呀，这真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呢，啊！果然是你这，如果他不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，又能把如来我佛八宝如意紫金钩得来呀？他给胡起名字，想你不知道，你扔一边不就完了吗？他给胡起名字。哎呀，不良佛！哎呀呀！他再一看孙德龙更害怕了。哎呀，看见没法官，这，这腰上还挂着三天印，那鞋子九葫芦。带着破宝囊呢，抢口袋。哎呀，嘎着我还加了天书呢，那账本儿啊，他看什么什么有用啊？你说他能不害怕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良佛，挂你这东西，别跟他动手了，我跟他打哑谜。哎呀，法官，贫道跟你打哑谜好不好啊？孙德龙这边。哎，你说怎么着，他都不含糊。他越是吊儿郎当的，这老道越害怕。老道说：“好，我先来。”老道沉思一下，伸了一个手指，就这样。孙德龙一看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冲太爷了，这是。啊，一个，您告你吧，俩也不是个儿，您个儿俩也不是个儿，人是哑谜哑，你们不能说话，他这儿嗨，他说的俩，老道这儿点了点头，那意思他蒙对了，老道伸了三个手。孙德龙这儿又琢磨了，你真三个，你真三个，我真四，我真四，你真五，我没有六儿子，我这天津也不好看，我先把这五占上了，还算了五个。老道又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又对了。老道拍了拍自己的肚子。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冲太阳这是？哼！
他还挺使劲，拍了拍自己的脑袋。老道，这一看就拍脑袋，两坡，吓得是大惊失色。你看，哎呀，坏了。法官，我敌你不过，我先下大台去了，我见你家皇上。刚要走，孙德龙说：“哎，老道，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你要跑，我给找他跑啊！好，别别，我敌你不过，我要见你家皇上。”一个小旋风又下去了。紧走两步，到了殿前，见着皇上，扑腾一下跪下了。来的时候是立而不跪啊，现在跪下了。哎，天邦大国，无主万岁，万寿无疆。皇上一看也乐了，一看这样，腮帮那俩窟窿搭两条沟。老道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无主万岁，我要知道今天有此劫难了，我不应该来斗法，我斗法输了，我们愿意年年进贡，岁岁成臣。皇上一听，哼，输了。其实他看着，他也知道老道吃亏了。老道，你怎么输的呀？我刚才在这儿看得太远，没看清。启奏万岁，我先开始见你家法官，脚下金光，脚下祥云，金光护体从天而降，这真是十八罗汉大路金仙。谢赞那差点把鼻灯泡乐出来，听说我从下边往上扔，那你没看见呢？你脚下祥云，金光护体，哎呀，到法台之上，你家法官说他会打七十二手哑谜，他们金刚经念起来没完，我想我还是先用魔火烧一下，没想到头道魔火只了了你家法官半边法器，二道魔火未曾受用，你家法官就打了我一大道老爷子筋骨。哎，我一想我跟他打哑谜吧，也没想到你家法官哑谜是样样皆知。哦，样样皆知，我问你，你们怎么打的呀？我这么一来，你家法官这么一来，我这么一来，你家法官这么一来，我这么一来，你家法官这么一来，我输。皇上说：“啊，这怎么叫输赢？”哎，您看，我伸了一个手指，我说我有一佛顶礼；你家法官伸了两个手指，他说他有二圣护身；我伸了三个手指，我说三皇治世；他伸了五个手指，他说武力为尊。我拍了拍手，我说这叫佛在心头坐。他拍了拍脑袋，说他头上有青天。我输了。皇上一听乐，哼，哎，跪拜一把。谢爱卿，为何不见我家法官下法台呀？他怎么下呀？他哪下得来呀？孙德龙那跟那溜达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法官，法官，谢大人赶紧过来了。哎呀，皇上批阅了。哎，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我生怕让那了真人给听见。哎，我是知道，知道。赶紧搬梯子，给他找一梯子。他一阶一阶一阶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到了金龙宝殿上一跪，法官抬起头来，这要搁谁呀？跟那跪都懂。见皇上啊，你就得永远都得低着头，不能抬头。说皇上跟你说话，你冷不丁一抬头，这不行。这叫仰面视君，有意刺王杀驾，不行，都得低着头。说什么也得低着头。皇上说恕你无罪，抬起头来吧。说你才能抬起头来。他不懂啊。皇上说，法官抬起头来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怎么意思？皇上呢也没生气，也看他赢了，皇上心里也高兴。哎，怎么意思？皇上一听，哎，法官，道话你输了，你赢了。孙德龙一听了，就怕问这句，他不知道输了赢了，赶紧低下头，假装没听见，这儿痒痒，还有这儿。
你输了你赢了。他还在这儿没听见，这边痒痒了，挠到这边，他这一挠顺着胳膊往那边一看，行了，他看见老道了，跟那儿眼泪哗哗的流，这儿搭了两勺子肉，他又说了，哎，皇上您说什么？我说斗法你输了你赢了。哎，皇上斗法我输了我赢了。哎呀，这个话咋不好说呀？怎么不好说呀？哎，我要说我输了，没有进账证儿，咱不能揽这瓷器活儿。可是我要说我赢了呢，那我是干什么来的？对不对？我谢大人，那听你哪这么些俏皮话，实话实说。哈，实话实说。万岁，输了赢了，你别问我呀。问你我问谁呀？哎，这问他。你问他，他就指那老道。皇上说，我问他干什么呀？万岁，你问他，他要说我赢了，那就算我赢；他要说我输了，我就算我输了。哎，可是老道，你可听好啊！你要说我赢了，那咱算两来来拉倒；你要算我输了，咱可上台斗二回啊！老道，您别啊！我说万岁，您别问了，他赢了，他赢了。这一说他赢了，孙德荣来了精神，嘿，哎，皇上。听见没有？我赢了，我赢了。你怎么赢的？皇上说：“哦，法官，你是怎么赢的？”他就怕问这句怎么赢的。我低下头，又不说话了。法官，你是怎么赢的？谢大人那一看，实话实说，实话实说。他抬起头来，万岁，我上了这个画台，我一看。对面老道跟他睡觉，后来醒了，醒了，他，哎呀，这老道不消好啊，他怎么不消好啊？你看，他玩火呀，好嘛，咱是疼儿女的人呐，咱看他玩火得告他呀，我告他别玩火呀，那么大个子玩火晚上睡觉你老炕，你妈不打进锤子，他不听，好嘛，不听，他上人呐。他弄着火扑就过来了，你看，烧了我半边发髻，门头发门，后来那又换一招，他又要烧，他的意思，他把老道让我咋喝呀？我不想出家呀！我一看，我打死小子一勾干，我就哎等会儿，你说你怎么着？我打死小子一勾干，勾干啊，就打你的勾干。老道一听，哦，合着我是猪啊！哎，我打死小子一勾干了，您这不是大了肉了吗？哦，后来呢？哎，后来他跟您打哑巴怎么样了？啊，皇上，您说什么？我说后来他跟您打哑巴怎么样了？打哑巴？他不跟我打哑巴呀？怎么没跟你打哑巴呀？他老道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，老道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。老道这么一来，你这么一来，这不是打哑谜吗？皇上，哪不是打哑谜？老道出家的不学好啊！他是他这么一来，他是他要埋我一口猪。老道心说：我什么时候我要埋一口了？我说你别说一口啊，两口我也有啊。他说他要个三十来斤儿，我说我那个猪都是五十来斤儿。他说性感费可得给我呀，我说。都说心肝肺了，连猪头都是你的，他全。